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们，李浩伟吗？不是李浩伟，李浩伟不只是好朋友。啊，那我们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们，鼓手 Benny 王佩啊，Formosa 的鼓手，关注一下。好，接下来介绍贝斯手一齐。哎，等一下，太小了，秀一下。很强。好，接下来是吉他手 Evan。你有看第一场专场吗 ？Evan 在。哎，再秀一下。累了，不要勉强他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也到最后一首歌了。今天谢谢摇滚台中的邀请，然后又大学读台中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台中科大、附近而已。我今天看到有同学很开心，然后谢谢让我可以回台中演出，然后谢谢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，然后谢谢台下你们跟我一起参与这个演出，好吗？下次见，好吗？那最后一首歌咯。大合照啊！